Momo 又叫太古广场，是大多伦多地区最早期的华人购物商城之一。它位于华人聚居的万景市与多伦多市交界的 Kennedy 大街与 Steele 大街。早在2000年，我第一次来多伦多时，它就已经是亚洲年轻人，特别是华人青少年最喜爱的消闲娱乐去处之一了。太古广场有上百家的大小商户，销售服装、饰物到家用品、电器，包罗万象的各类商品。没有淘宝的年轻人喜欢到这里来淘淘国内港台流行的小玩意，阿姨妈妈们则可以来这里备备上好质量的海味年货。特色是它位居二楼的美食城，在这里你能找到大江南北两岸三地的各类美食，吸引着不同族裔的吃货前来大快朵颐。是多伦多多元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，它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备货吸引着各路休闲购物的人们。新春将至，这将是一年一度太古广场向人们展现中华文化的好机会。